他妈的导演赚那么多钱的时候，你斗导，你全家都斗导嘛，对不 对, 對, 對, 對那他赚那么多钱，怎么没有帮大家的忙？馆长被发零眼，一天两件，飙过片价满，有点扯。这个男主角说他可以一秒射三件，我相信馆长应该可以一秒射三十件吧。馆长为电影《罗宾汉》站台，其实馆长本人也曾经拍过电影。馆长之前有演过国片《停车》，还对这些国片有兴趣吗？是有，那是要剧本要好，那有一些都，对啊，剧本都很怪。之前来找你的，之前来找我都是像Manga 他们很久之前的那种灵眼啊，不然就是很多角头。他也爆料当时听到价码低的惊人。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是帮忙的心态。国片很奇怪，都希望大家帮忙。他妈的导演赚那么多，他的导演赚那么多钱，知道我们的那个嘛，对不对？你斗导，你全家都斗导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他赚那么多钱，怎么没有帮大家的忙？啊，都啊，两千块，一天两千块一天，我给你哦，你给我，我给你好啊。哎呀，这有点扯，就是他的价码跟他实际的作为都不符合，还有他的剧本也是，我们都是那种打来打去的那种，没有层次一点的。与馆长大炮性格，对于各种问题有问必答。您上次说韩国以后杀人放火都跟您没有关系了，您现在还是这样想吗？其实他是一个，他就要讲你们媒体，就整部直播去看完，所以我全部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出自一个监督者，人民都是监督者。那我是好意去提醒大家，是因为我的粉丝很多都来问说为什么选这个人嘛，那所以我一定得讲。那讲完了之后呢，哦，他们那边的粉丝来攻击我，既然你的粉丝来攻击我，不分青龙皂白，那以后我不要讲。反正很简单，就是说只要高雄人可以为高雄人好，高雄我都支持。大家好，这次是最会射的男人，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的男人？我不能说我是，不能说我是最会，最会射就完了。我刚刚主持人讲说一秒。一秒射两件，一秒射三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射件可以啦，射件可以，快是。